孟工控诉女友失约，后继无力，惨遭击溃。我看电影的话，他说他想吃饭，你会不会陪他吃饭？会啊，坚持坚持，不会，一定要看电影。他那天有因为没有看电影跟你生气吗？好像没。那就对了。有生气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:30，1/2强。